大家好，而家是早上6:15，咁早嚟到粉岭皇后山做乜嘢呢？原来有新路线啦，新界巴士路线七锦田由城巴营办来往粉岭皇后山及高铁西九龙站，途经马尾下、青沙公路、深水埗西、大角咀、旺角、油麻地。此路线于2023年8月21日投入服务，由粉岭皇后山开出的班次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7:05、7:35；由高铁西九龙站开出的班次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下午6点、下午6:25。出九龙行街返工更方便。另外，配合七梗 X 服务，由8月21日起，七梗 X 及七梗 P 于6:50至7:50提供联合班次。七梗 X 及七梗 P 联合班次如下：6:50，七梗 X 7:05，七梗 P 7:20，七梗 X 7:35，七梗 P 7:50，七梗 X。同时，七梗 P 收费亦与七梗 X 路线相同。首航用车为8822WB6102，并有七梗 P 广告。二航用车为8825XS7853，并有78X 七梗 X 广告。好啦，准备上车，睇下呢架车有几快啦！
就嚟到高铁西九龙站啦。今集就去到咁多先啦，感谢你收看，请期待我哋下集嘅新路线系列喎。